怎么来了？来，坐下。来，你坐。看看想吃什么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说过，每天要一起吃晚餐。我喜欢这样吃，怎么了？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你就先回去呗。我跟小宝两个人吃。嗯，你们先吃饭，我去接个电话。荣国先生，您说。乔燕，我有个非常糟糕的消息要告诉你，我们的合作合同没法签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刚接到总部通知，临时三天前刚刚跟总部签订了一个长期合约，而这个合约在中国是有排他性的。简而言之，我们公司在中国只能和临时合作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